这一对啊有点强势，人一过来之后他俩就叫，冲人家叫，不让人家进来，还给我抢球了在这儿啊。那你俩先洗吧，一会儿让那谁、让阿米单独自己进。这个艾拉还没湿透呢，还找了还找了。威力喜欢艾米。我扇你脸。坐下，快，他扇脸了，咱就坐下。扇脸了，赶紧坐下。你把俺俩弄躺那儿不行吗？上都没湿透。不行，现在水有点多了，你这，躺不下了。来，哎，趴着，对，趴着。啊，这家多好啊，这家。哎，这样洗澡多好，是吧？把这身上的热气，有宝贝是咋的？呀呀呀呀呀！趁机跳，长出去了。出去吧你。他俩没事。我撵他半天了，都撵不出去，他就是不出去。这会儿我看他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他给弄了。太想出去了，哥。我先把他俩给关起来。行。然后把他放出去。下边让谁啊？让拉菲黑客啊，他俩一块进来。行，那行。嗯，我爸先关进去，关进去。嗯。快球，来来来。要不要？完了，这也不想走了。来，好嘞，上。哎，好狗。人拉开进来过是吧、你指挥他他就能上来了。先给他洗试试。大黑客我不知道能不能进来。先给他试一下再说。我蹲着，这会儿水位高了。水位高。来，过来。呀，自己过去了。哎呦。自己躺下了。舒服。舒服吗？哎呀，给你捞一下水啊！给你捞一下水，别动。你这毛太密了。你看这水弄上去之后，自己就流下来，根本就吃不到毛。有牵引绳好多了，先给试一下。快上！没事，他甩的没那么厉害。也没那么厉害。哎呀！晚上我就给你们放满。他自己玩了，开始。你看，他知道这里边凉快，喝点水。必须咬，喝就行了。嗯，行，你看拉开没？拉开还是想趴呀？你也趴着。他可不会趴，他跟猴一样。你就仗着拉开姨不打你。你看黑客这家伙没？小狗就是小狗，你看这表现的，这他就是童心未泯。这玩意儿，拉开一直在躲着他，不想跟他玩，他还撵着人家。我这水不能断，一直给他，把他身上全部给呲湿了。大黑客的大企鹅子，你看，拉开咬你了吧？凶你了吧他？咱家这条件只能给你这一个游泳池给你整了，只能这样了。这也很好了，你再把这池子给整改一下，没那么高，外边再整个台阶儿。哎呀，他们今天也洗完澡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把这院里边慢慢的多余的东西不要了赶紧撤出去，给他们占用。
该搭点东西就搭点东西，把这笼子再给它往南往那边再挪一下。那这边整啥？这边就盖了小屋。啥屋啊？咱把给他们做饭的屋。啊，那行。他那个木头也准备好了，那边煤气罐也有，啥都有。这个木头点不着，咱就用煤气罐。那样给他用煤气做饭，弄个小屋，下雨淋不着，冬天也不怕他那个下雪给那啥了，给吹潮了。这边是作为一个厨房，把笼子挪到这边的，然后底下把地面整一下，然后这块就水那种，就是厨房啊或者什么的，就挪这边，冰箱都挪过来。慢慢改，啊。一点一点的改，一步一步的来。让他俩在这玩会儿吧，不行，我这脚丫子都泡了，就你出来吧。其他的狗放满水之后，咱再洗。这个谁，这个雷姆是不能洗，他那脸上不做了小手术吗？给他那个啥，整两次，过两天再洗。那个啊，小泼妇。对，等人家都洗完了之后，他一会儿把他给扔进来，让他在这玩会儿。行，其余的就没谁了。海盗就海盗也可以跟他一组一会玩进来。也正好他们两个都轻，我直接一抱进来，往那里边一扔，就在那玩就行。水管可以撤。撤，等等这上面。太慢了，你看这有一个多小时了，你看放这点儿。